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今天来早了，给菲菲去买水果，买了水果，看着全没开门的小铁洞子。这是一个水果批发市场，什么水果都有，看着没？想买那个车厘子、大樱桃，但是这个月没到货呢，就那一家有。啊，我一买都一箱一箱买。水果批发市场很好，这里各种葡萄都有，看着没？大葡萄，鲜亮，主要是新鲜，刚到货的都是新鲜，它不像其他的不新鲜。我一会儿看看给他买哪个，买一箱给他。我买了这一箱才45万，一箱才45万。如果你在别的地方买，就两嘟噜就45万，能便宜很多。让打包，我骑摩托车来的，然后放在摩托车上。这葡萄比较好吃，买的是这个，跟这一个品种的，一模一样的，45万，越南瑞。我想买，最主要我奔着车厘子来的。车厘子如果在这里买200万，你在别处买都得400万，但是车厘子没有啊。今天大樱桃，它还没有零钱，大姐。刚一会儿再看还有别的什么小水果啥的，再给买点儿。一箱葡萄，只买了一箱葡萄，别的也没买。大家好，在越南九哥拿着国王财神酒，越南倒车轴。九哥财神酒让你桃花产业啥都有，重返青春，18初恋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。输金火有通络，疏通每一经络，老人的疏通道，想干杠杠的，不想干没喝一样。然后今天又来到了菲菲的家里，他上去穿睡衣下的接下来接的我，现在上去换衣服了。啊，男人活着就为了那点鸡巴事，男人最贵的一嘎子肉。啊，咱不能出国洗帝王浴、国王浴、太浴，但是可以喝喝九哥的国王财神酒。然后过一阵儿就是国王财神酒，只有老客户专享了，然后新客户就有可能是中国生产的了。会不一样的。因为老的库存不多，只能给老客户留着了，然后赶快抓紧下单成为老客户。啊，只要下过单的以后就要的全是发老酒，然后没下过单的新客户就发新酒了。啊，然后现在来到菲菲家，我给他买了一箱葡萄，然后我以看猫咪的名义来他家，然后也是说了很久说了很久才让我来，然后就来了。来了也不能空手来，我也没买花啥的，买一箱水果，因为买花啥就感觉好像是，就感觉还是有点害羞那种，虽然是我们在一起认识一年了还有那种感觉。因为毕竟现在是属于还没有跟他示爱，就是那种就是没看看猫啊看看狗啊找找借口啊约见个面啥的，现在就是哎呀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我觉得不能着急，毕竟我们这一分也3-4个月了。也需要一点点缓和期，给他点时间，给我点时间。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，一会儿看看再说吧。他应该是下来了，给你们也参观一下他这个房子住的这个地方啊。这一箱水果下来了，狗下来了。啊，你说换衣服没有换衣服？我这个给你买的。给我买？对对对。这个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来，拿那里，拿那里，你可以拿吗？看你喜不喜欢。这个它是他们工作的地方，这个是谁工作的地方？这是老公妹妹。啊，他妹妹，他妹妹老公。哦，这是你们吃饭在这里吃？对。哦，这厨房还是很大呀。你妹妹在家吗？很久我给你买很多你喜欢吃，然后今天我给你买了，我想给你买那个他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然后我就没有给你买。哇，你哎呀哎呀哎呀，好了吗？你看好吗？刚刚骑摩托，我想
很冻。你看好吃吗？你还有两个妹妹吗？你慢慢吃。嗯。我怕买一点点，你妹妹吃一点，你吃一点没了。哦。要洗好了，放起来吧，放哪里？哎，两个冰箱。我看你冰箱里都有什么好吃的，都是韩国的东西。哇，这么多，还有鱼。有零零，你吃零零吗？我不吃。零零，妈妈给了。你妈妈给你拿的。嗯。不吃，我怕胖。他家榴莲。还有什么？爸爸给了。放哪里？那里很满了。嗯。不要洗才可以吃，不洗不可以吃。我想那个这里可以，对，可以。对，拿出来。还有火龙果呢。那个可以吃吗？对，还可以吃吗？这个。不会，很久了。很久丢了吧。看这大串，给他妹妹拿一串，这小串，两大串，这一下里边好像六串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应该是六串。我得放冰箱里，怕能不能？哎呀，刚才放在冰箱里放不进去，冰箱太小了，这些盒子很大。参加这还有个小后院。我帮你啊，你拿吧，你拿吧，慢慢，看这大串，一个都要洗吃啊。你买这个在哪里？这个买就是卖很多很多，这里刚刚来好。你看这个还有懂吗？不是放很久了，刚刚来。哎呦，那个压碎了。还有吗？那也不可以呀，不可以。这最大的一串，对，这可以了。碎的真行。这上有很多药，要洗不洗，吃了肚子痛。放点盐泡一下最好是。对了，放点盐泡一下。对，等吧，这放的水啊，不嘛，这是什么吗？那么瘦啊，哎呀，太瘦了，什么？太瘦了，他姐睡这里吗？他妹妹睡这里，
沈胖，沈胖，他怕我。他妹妹没穿衣服，所以给他放这里了。这边还有个小冰箱。沈胖，沈胖，沈胖！哎呀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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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怕什么？别跑，别走，别走。他不许怕你。来，我抱抱。来来来，你睡哪里？这。你睡哪？沈胖就不让我摸，不让我看，摸摸摸摸。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上面有人睡吗？没有，在那里有洗衣服。洗衣服，你睡这里，我看看。你睡，看看，没事。不。看看，没事。不。我看看，你睡这里。不。我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没事没事。为什么要看我？有男人对吗？和男人一起睡对吗？没有，我看一看，我看你睡得好不好。我猫咪睡哪里？狗呢？睡哪里？那个。我看狗睡得好不好？我看。哎呦！哎呦！还有人给你送花呢！哎呀，这花都快死了。都臭了。我没有，就身体都不好，还没有打扫。还没打扫。嗯。你一个人睡这里？嗯。哎呀。我去。我看一看嘛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哪里不好了？哪里不好？嗯。哪里不好啊？不好，睡。你疯了。没有，我看一看。没有啊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要看，看腿都不好。没事，看看嘛。我没有打扫。没事。我没有打扫，你要看什么？看一看嘛。没有。这花快丢了吧，都臭了。对，今天丢，我没有的时候。丢了，你看，这是上面四楼，这是三楼，下面这是二楼，他妹妹睡的。你这个妹妹睡那里，那个妹妹睡那里。一个人一个房间。嗯。看看你妹妹这里。她腿站起来了。不在家。这是一楼。那我回家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。还没吃。嗯。你准备吃什么？我还没吃饭。那我请你吃饭呢。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粉儿。粉儿。我请你吃顿饭就吃粉儿。
你想吃的好吃的。你给他一个吃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先不录了。评论区见吧，关注九哥 ，YouTube VN9988，五个 Q9393。这是小粉儿，榴莲，他家的榴莲。